私隐秘外，外面这个完全是开放的。后来因为他有提到，因为他两个小孩子个性的部分是比较个性比较不一样，所以他希望是两个他的房间是被分开来的。所以后来我们定案就是以这样为主，就是说他入口部分这个是客厅区，然后后来就是以这样为主，然后他整个建筑整个我们的应该是说室内的核心的部分还是在整个空间的中间这样，所以跟我们的天井其实这个是往天井的上方的部分，所以在我们垂直的视觉的一个焦点部分，其实往上看其实看到户外的感觉。那如果从楼下的部分，你也可以跟室内产生一些连接这样子。那这个是在二楼它的平面，在二楼上来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谁，他当初提出他的需求，有一个需要他的应该是说他的一个书房，然后这边父母亲来说，这个玻璃都关起来，所以这个会变成一个两个空间。然后户外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再营造一个户外的露台。那露台就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这露台往下看，就是变成我们的一个应该楼下的沙发的空间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其实我们在坐沙发上，可以看到上面的天井。那所以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其实能跟上下垂直的一个视觉到也可以不断的去联系，所以我们在运用的设计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些应该是我们现在用的材料往垂直动线上往上拉延续到二楼，所以二楼又往下看的部分的话，其实是跟空间的它有一些连贯这样子。那这个是在天井的位置，那这个也是在那个。那这个是在书房看到，就书房客厅看到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在天井上往下看的时候。那这个从书房往外看，对，那这个是从那个书房的往那个客厅里面，就是连接楼梯的位置。我前面这个案，这几些案子，我可能会速度会稍微比较快一点，因为刚刚稍微耽误一下，那后面那这个是在楼上的一些视觉，这是楼上的一个开放性的空间。Okay, 那这个案子我想可能就跳过。这个比较有趣的案子，就是说，当这个是在三峡一个大概三十几平的小案子，他当初其实业主他自己本身对于设计还蛮有钱，蛮有概念，所以他希望就是说，他当初拿了一套图给我，就说我已经说实在，我已经把这空间条件隔好，那你就帮我做设计，这样就 OK 了。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平面，其实它是有，我们其实会跟业主去做一些对谈，然后了解到说空间它本身它的需求是什么样。所以当我们对谈完之后，其实了解到说，他其实本身是非常喜欢，有很多朋友来这边用餐，那他希望他居住的空间是稍微比较 open 的这样子。那所以当我们跟他谈过一下之后，那我们就说，那这个空间是符合的。那其实我了解，相信大部分的对居家的在规划的时候，可能其实不是非常清楚怎样是属于符合你自己的空间的。那其实我们在对台完之后，我们就给他有一些想法，所以他原本的部分的话，空间就它其实是一分为二，就是在客厅进来后面其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那前面是一个客厅跟餐厅的位置。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一开始他原本自己属于客厅的方向，我觉得是可能是没有办法让整个空间它的应该是开放性或是跟彼此互动性跟人会有所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在第二次提案就是我这样子，我可能会给他一个比较新的方案。那新的方案就是他看到的时候，对下一张，他看到他心里有点吓到，就说：“哎，那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大概是五年前的时候，他会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平面图？那我们这个概念就是关系到，就是他所有的空间，我们希望在全面这一块，它其实是一个 open space 的空间，它所有的空间不变，说我们这个中轴线这一道墙，其实它就变成一个门。当你关起来，它是门；打开的时候，它是变成一道墙。所以一面墙就是门，门就是墙。所以你可以在看这个空间的时候，当所以如果他们夫妻两个在家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它轴线是完全 open 的，它其实可以在客厅直接走到主卧室。